宣阵池，事不宜迟，我先上去拿。等一下，天山派不会这么轻易让我们拿到宣阵池的。没时间了，不能再拖了。秦不寿，小心！ 可以吗？来不及了，赶快走，先把绿鞘送回许攸。走。没用的，华千骨，对不起。我每次见你，不是对你凶巴巴，就是冷冰冰的。那是因为你的命数，我是怕你连累到阁主。 其实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我就挺喜欢你的。那个时候，你就跟现在一样，小小的，拿了颗萝卜。绿鞘姐姐，东方，你想想办法呀！想想办法救救绿鞘姐姐。千骨，没用的。绿鞘姐姐，你不能死啊！你们阁主他一定会有办法救你。 你坚持住不会有事的，你别难过，这一切都是在完成我的任务罢了。只要能够守在阁主身边，我绿鞘死而无憾，东方公子。 有什么未了的心愿吗？把这个交给我们阁主。 千骨，好大的胆子！我劝你赶紧放下神器，俯首投降。我也好向你师父求情，免你一死。殷掌门，对不起了。华千骨，哪里逃？夏千木，你怎么会来此？ 花千骨呢？原来是你指使花千骨盗走我的玄阵池。<笑>
不愧是我沙阡陌的好妹妹。哼，既然你今日来了，就休想离开。哼，我今日还真没空陪你玩。师尊，您怎么来了？怎么回事？刚才听弟子说尊上晕倒了。没有啊。没有你在这儿干什么？不是让你在绝心殿守着吗？握什么握？师尊，师尊，师尊，师兄，此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你听我慢慢跟你解释。让开！你也让开。毒已深入骨髓，你们为什么都不告诉我？为今之计，只有我们三人合意，将真气输给子华。何中毒啊！事到如今，这些不重要了。不远顶的毒，无药可解。你以为你可以轻易抛下长留的一切，自己走掉吗？我告诉你，不管上天入地，我一定把解药给你找回来。师兄，我不想找个地方安静的坐卧，可是我已经瞒不住你了，我时日不多了。已经无力回天，长留掌门之位要交给你了。子华，我知道这很难，可是眼下只有你最适合掌门之位。你们不用在我身上再输无谓的真气了。不管怎样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。这段时间你就留在绝心殿静养。师兄，不必再说了，我意已决，长留我会暂为掌管，这段时间子华就交给你们了。你且在我逸宿阁暂住一晚，待明日将谪仙散于补元鼎拿到之后，白子画便可得救了。你怎么知道我拿到了神器？这天地之间岂有我逸宿阁不知道的秘密？这次你去，我身为朝廷中人，不便与七杀有所往来，而且
这次我让一宿阁帮忙，我跟一宿君是拿了五天的时间作为交换的。东方，你骨头，接下来的路就要靠你自己了。朔风，帮我照顾好骨头。你要找的谪仙散还有补元鼎，你全部在沙阡陌那里，也不知道他肯不肯给你。如果他不给，你就要智取。你可以吹鼓哨把他找来，若他不肯，硬取便是。不会的，我去跟沙姐姐说，是用来救命的，她一定会理解的。你想得太简单了，沙阡陌他们煞费心机收集神器，就是为了一统天下，怎么能那么轻易的给你呢？就算他肯，其他众徒也不肯。他身为圣君，在其位谋其政，有很多事情是身不由己的。还有啊，见到他们之后，千万不要告诉他们你收集了这么多神器，一定要记住，任何人都不能告诉，知道吗？这是为了神器的安全，也是为了你的安全。我知道了。那找到补元鼎和谪仙散之后呢？盐水玉会不会自动归位啊？现在时间已经来不及了，各大门派都已经知道神器都丢了。盐水玉，你到时候问朔风吧。朔风。对了，还有，神器收集全之后，马上去救你师父。接下来就把其他神器放入你师父的虚鼎当中，尽量减少事态的进一步扩大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东方，我先走了。赶紧走吧，万一有什么事情，马上想办法通知我。你保重。你连七杀殿都不去，就是想撇清自己吗？那又如何？你真的撇得清吗？当然，我就是要看白子画如何抉择，他眼中的对是什么，错又是什么。子画，你才刚刚好些，还是回屋歇着吧。子勋，我时日不多了，是时候告别了。今年的执念放下吧。放下，放下，你自己能放得下吗？你为了护着花千骨，先是借故将他逐出绝情殿，然后又将他遣回蜀山。你若不是中毒无救，你若不是知道自己将死，你会把花千骨从自己身边赶走吗？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。任何时候他做错了，我都会这样做。你真以为你这些话能骗得了别人吗？那你还拿着他干什么？他已经死了。死了？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是花千骨临行前拿一瓶毒托我给你治的解药。你现在知道这些，你还能放得下吗？你放得下吗？
人死不可复生，你要节哀呀。漫天年幽，在长留学艺无成，为报蓬莱姨妈，恳请师叔暂代蓬莱掌门。万万不可。天儿，你虽年幼，但武功修为兼及长留和蓬莱两派之所长，蓬莱掌门非你莫属啊。师叔。参见掌门。参见掌门。请接公羽。我倪漫天对着我爹以及列祖列宗的面发誓，必定手刃华千骨，以祭亡父在天之灵。手刃华千骨，祭奠亡灵。手刃华千骨，祭奠亡灵。手刃华千骨，祭奠亡灵。谁呀？是我。进来吧。漫天，吃点吧，你这一天都没吃东西了，别把身体搞垮了。蓬莱还有许多事情等着你去办呢。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，我爹已经离开我了。他连最后一句话都没有给我留下，我恨死我自己了，我从来不肯听我爹的话。现在连他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，这是你爹留下的，你要好好保管，一定要记住你爹对你的教诲啊。现在我把他留给你。我走了。因为紫禁术过于阴毒，非正道之物，若不到生死关头，绝不能使用。天儿，此法非同小可，绝不能轻易练习。爹对你别无要求，只是希望你一生快快乐乐便好，这也是你娘临终的遗愿。此法万万不可练习，否则必遭天谴。杀父之仇，不共戴天。就算我遭到报应，也要杀了华千骨。送上门来了，不过圣君不在殿内，怕是你今天没那么好运气了吧。今日前来并非是要生事，而是有事要求见沙姐姐，请你高抬贵手。见圣君是吧？圣君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？啊，上。住手！住手！圣君，我警告你们，在我的七杀殿中
小不点他可以随意进城。如果你们谁要是敢阻拦的话，死！圣君，跟花千骨！哎，尊上去哪儿了？哎，我今天一直守在门口呢。坏了！哎，师兄，真是稀客呀！今天早上我还跟小不点说改日去拜访你呢，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找过来了。怎么，是不是没有对手，寂寞了？花千骨在哪里？这么急着找他，看来你这个师傅还算是称职。他现在已经去东海找单春秋拿谪仙散跟补元鼎了。喂，白子画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杀阡陌，白子画呢？大概是去东海找小不点了吧。通知单不发，白子画已经赶往东海，让他早做打算，快去。他简直太无法无天了，这个大逆不道的花千骨居然还勾结杀阡陌，冲上九霄塔夺走了玄刃尺。
不知道孙尚现在手中的神器安好吗？若是让花千骨全部集齐，天下必然大乱。师父，怎么了？尊上不见了。什么？从今日起，由我暂时代替师弟白子画接任长留掌门之位。若是一听命，是，率领众弟子，全力击杀花千骨。是。是今天东海上的风可真大，把二位都给吹来了。谪仙散和补元鼎在你那里对吧？谪仙散确实还在我手上，补元鼎嘛，前几日让夏子勋给借走了。什么？早知道。那请你把谪仙散给我。这是你们圣君传给你的口信。五元鼎嘛，我是无论如何也给不了你了。谪仙散当然可以给你，不过我们得有个交易。不行。我这什么都还没说，你这回绝的也太快了吧。你想我用其他神器跟你交换，那是绝对不可能的。神器在你手上又有何用？我把谪仙散给你，等你集齐了其他九方神器，待盐水玉归位之后，再把所有神器都给我，这样双方都达成所愿，岂不绝好？我是绝对不会让你放妖神出世祸害苍生的。谪仙散在我手里，你有什么资格来跟我谈条件？没错，现在你有神器在手，我打不过你。不过你也别妄想从我这里得知谪仙散的下落，因为你会的摄魂术我也会。什么？你怎么知道？当初我让你和白子画身中剧毒，就差那么一丁点儿就可以把你们俩都杀了。立下如此大功，我就不能跟别人说，你说我心里该有多委屈啊。没想到事情进展得如此顺利，白子画会如此护着你这个小徒弟。虽然我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样的方法撑到今时今日还不死，不过更令我惊讶的是，你居然从他那里偷了神器跑出来。原来你一直在暗中监视我。没错，我还知道你私自从长留偷偷地跑出来，还私自解开了不归雁的封印。所以你已经知道我要做什么了，才立刻抢先在姐姐那里借走了谪仙散。你还真聪明啊。不过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会如此大胆，为了白子画做到这种地步。既然你连欺师灭祖、偷盗神器的事都已经做了，就不必再以正道中人自居。哎呀，怕只怕白子画他不领情啊。等他醒了之后，依照长留森严的门规，还不知道他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惩罚你呢。废话少说，这些事用不着你操心。赶紧把补元鼎交出来，否则定叫你葬身这东海之中。花千骨，我知道你现在在想什么，你想把神器在原封不动的都还回去，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。我告诉你，不可能，因为你千丈已经死了，你回不了头了。你千丈是你杀的？没错，我还知道你给他使了障眼法，还有摄魂术，这些
对于我来说只是小把戏。正因为你给我铺平了道路，让我在杀他的时候简直是易如反掌。好了，我不跟你们玩了。既然圣君下令，那谪仙散你们就拿去吧。神器是真的。你到底在玩什么把戏？休想让我用其他神器跟你交换。这个嘛，你实在不愿，我也不会勉强。只要今后多在圣君面前替我美言几句便是。我相信你还会再回来找我的。现在我们只剩下补元鼎了，我们马上去找子勋上仙拿补元鼎。子勋上仙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们正要去找你呢。你师父已经知道一切，出来找你。我不放心他，一路追了出来，却还没找到他。师父已经知道了。你偷了那么多神器，就是为了让盐水鱼归位救你师父？是的。你真的不怕死吗？死又有何难？子勋上仙，已经没有时间了，就差补元鼎了。单春秋说在你手中。真的想好了吗？既然已经走到这一步，你就放心去做吧。时间不多了，珍重。千姑，就算是你一辈子身背污名，被所有人误解，被所有人怨恨，深受非人的苦楚，你还甘愿吗？
要这么麻烦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单春秋，你想怎么样？什么人？盛风，